那个主编杨英总要解释这个问题。我感觉太阳啊挂在天上，太阳在这边挂在天上，然后太阳挂在天上，在太阳后面有个大飞碟在转，在太阳后面有个大飞碟在转，在太阳的后面有个大飞碟在转，太阳的后面一个大飞碟在转，飞碟，太阳、地球、月亮，它在后面转，看看什么效果。什么效果啊？一直在转。人家一般想象当中，一边转了一个，通过再转了一个，可以把太阳上的更多的热量送到地球上来的。发现没有变化。来，他们现在那个做试验呢，反过来转。放过来转以后，发现那个地球上的潮水啊涨起来了，但太阳上的热量就没有送过来，然后再继续顺着转，潮水降下去了，海边上啊，再反过来转的时候，发现潮水又起来了。难道是正好这个时候潮水起来了？巧合。那不转，看看怎么样？到了时间看看那个潮水起来没有？到了那个时间，潮水也起来了。然后也下去了，起来了，也下去了。那我换一个时间段转，应该要潮水原来起来的时刻，原来反着转嘛，反着转的潮水会起来，那我就在潮水起来的那个时间段，我顺着转，潮水也起来，反着转也起来，哟，发现非得在太阳后面。对着地球转的时候，对地球的温度没影响，对地球的潮汐也没有影响，但是呢，其他一个星球上面发出强光，对着它照过去了，哗一下子计算变得了，哎呦，原来地球上好多热，变热能够变热，同那个其他强光照射器有关，同太阳后面飞碟对它的它旋转，不影响，就发现了这个事情，发现这个事情，原来是旋转，在地球附近旋转的时候会改变它的战况。在太阳后面就没有变化，原来这么一个事。好，再见啊。